这是泡菜吗？对啊，这就是法国菜，这就是我奶奶传给我爸的食谱。我要先吃这个。我要先吃面，我太爱吃那个白酱的面了。这个面？哎，等等等等，没有，你很怂哎，有多深？你怎么没见识面？蛋菜就是蛋菜，豆蛋菜。我不要跟你一起主持人，你很没知识吗？你自己的 Miyaki 啊！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